妈妈想不起来。来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开头呢就是这样子，我在这边耍太极。没，我试一下咸了没有，再放点醋，水开了放进大肠，过一下这个醋底水就 OK 了。起锅烧流，试一下油温，可以了。把沥干水分的大肠下油锅，慢火炸。
是两面金黄就可以捞起来了。准备出锅了，出锅。脆皮大肠呢，就制作完成了，切上锅就可以吃了。现在已经脆了，外酥里嫩，酥脆了，听到声音没有？哇，啊，哎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香不香？脆皮大肠你们学会了吗？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可是。